度扣关总冠军战。打进场内，从李贤六接到，把手套丢到之后捡起来，传来得及。稍待一会，马上来欣赏九局下半富邦悍将最后反击的机会。度扣关总冠军战，打进场内，从李贤六接到，把手套丢到之后捡起来，传来得及。陈文连手套都不要了，他要的是出局数，把第三个出局数给拿到手哦，也瓦解了狮队在九局上半的进攻。这个半局最终统一是留下了两个残垒，没有再添分数。稍待一会，马上来欣赏九局下半，富邦悍将最后反击的机会。